车公庙站 A 出口，行去呢个沙田文化馆，大约系五分钟。咁沙田文化馆呢，就举办咗个哥哥张国荣逝世20周年纪念展，咁系免费入场嘅。咁会展出61件张国荣生前舞台嘅服饰，包括唱片啊、影视作品啊，同埋呢个佢1984年凭住呢个歌曲《Monica》夺得10大劲歌金曲嘅奖座，同时都会展出佢演唱会白色羽毛嘅服饰啊、红色嘅高踭鞋啊，咁同埋多张特别嘅黑胶唱片等。咁参观完呢个张国荣嗰个纪念展之后咧，大家可以参观下呢个文化馆其他嘅场馆。咁我就拍摄咗其中一个场馆俾大家可以慢慢欣赏。